不是你们这些起床这么早的，你也不在叫起来了啊？都说了晚了，别拿着时间睡觉去了。你脑洞要开？哎，那个，你先把小毛哥叫起来，好吧？他睡那个房间的，我们一起去吃早餐。快点搞！哦哦，我天哪，来主场了这么凶啊！哇，那我天哪，曹公公、唐奶奶今天也太丰盛了吧！这个是正宗的南昌拌粉吧？ 这个是黄金糕，条条糕，我都认识。谢谢我和奶奶，我妈妈、彭总一起来的。天还没亮，来这是哪一觉？我昨天晚上太嗨了，我们今天把它全部吃完，一定要对得起大家，好不好？好。小毛，你别吃撑着了，小毛。嗯，来，我们来，我们来，哎，好了，我们来，真的想着又带鱼，大家快点吃啊，吃完了我带你到铜王阁去玩。铜王阁啊？怎么能被铜王阁续吗？ 周六的可好了，你们看这个东道主的拍照。哎，小毛哥哥帅一点。哎呀，真棒！哎，衣服早就都到晚上了，太热了。吓死我们的厨房哥哥。